合动力强的抵制，但是呢，我们不是要抵制而已，我们是要惩罚，要严惩，要瓦解这个黑心企业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吃了那么多年的黑心油，那么多黑心食品，你们吞不下去的话，拜托你们到前面来签上你的大名。我们的右手边照的右手边这一张，我们会递交给马英九总统，请他来看看我们人民心声。我左手边这一张，待会我们会拿到我们鼎新84楼总部，请他们来接收我们这个东西。我们也请魏应忠，请他回台湾来面对所有台湾的老百姓，他对我们台湾造成数十年来的这个恐。行动联盟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今天呢，有许多民众来参与这活动，然后呢，我们签了这位白布兰，请你们接收，谢谢你，送给你，谢谢。这是我们民众的心声。来，阿爷，请你听听我们的诉求，可以吗？黑心底薪，黑心底薪，滚出台湾，滚出台湾，黑心底薪，黑心底薪，滚出101，滚出101。谢谢你接受，谢谢，不是针对你个人，谢谢，希望你明白。谢谢，谢谢。哦，我们没有当选，对我们不是候选人。OK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吧，那各位媒体朋友，各位媒体朋友，好不好？